胖妞，你怎么拿了这么多的起泡胶呀？月月，今天我要给你来一个起泡胶福利大放送。嗯，大放送怎么放？怎么送啊？嘿嘿，今天咱们两个玩的是蒙眼猜图赢起泡胶。你用这个垃圾袋蒙住眼睛，我在纸上画画。如果你能猜中我画的是什么，我就给你一盒起泡胶。这么简单？哼哼，简单。那咱们开始吧。月月 ，Are you ready? Go go！ 画第一个。胖妞，你画好没有啊？马上就好了。好，摘下眼罩吧。好，看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大屏芬达。啊、不对，月月，我画的呀是做起泡胶的材料。做起泡胶的东西这么大瓶，胶水。Bingo， 恭喜你，月月答对了。来，想一盒起泡胶吗？好，我要这个蓝色的高压锅起泡胶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呢。哇，有眼光，来，眼罩戴上，咱们继续。行。好了，月月，来开吧。好，这难道是护手霜？不对不对，是不是太难了呀？要不然我给你稍微提示一下，就是我平时洗头洗脸用的东西。牙膏。 Bingo， 恭喜你答对了。来来来，接着画。我要这个黄色的起泡胶。行，画个有难度的。画个什么呢？有了。哎呀，胖妞，你画好了没有啊？怎么这么慢？哎呀，月月，你别着急啊，这个呀比较难，所以要画的时间长一点。哎呀，那你快点画嘛。好，这里再画一个。月月，好了，摘下你的眼罩吧。好。胖妞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，月月，我不能告诉你，这个要自己猜的。这有星星又有月亮，难道是一块星空泥？不对。哎呀，胖妞，你给我点提示嘛。行，这个东西啊，它仙气飘飘。啊，仙气泥。月月，你猜不出来也不能说我呀，你继续猜。我说了呀，胖妞，嫌弃你。哎，不是，你嫌弃我干嘛呀？谁嫌弃你了？我说的可是仙气飘飘的仙气泥。啊，这样啊？不过不对啊，我再给你点提示，它是不灵不灵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星星和月亮的闪片。Bingo， 恭喜你又答对了。来，挑一盒起泡胶吧。啊，姐要进食了。我再给你画一个啊。行。我今天可真是收获满满呀，这么多起泡胶。还别说，月月，你可真厉害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些起泡胶可都是非常 nice 的。哎呀，那我今天啊赚大发了。哎，行了，月月，你在这玩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记住，玩的时候一定要捂住鼻子啊！捂住鼻子，什么意思啊？不管了，玩我的起泡胶。更臭了，看看大盒的。慢。